哎，这个是我本身是在 Facebook 看到你们的啦，嗯，因为你们有一个广告，嗯，就是有白，然后看到这个车的款呢，就是比较美哦。然后其实我已经是 apply 另外一边了的，嗯，啊，但呢那边的 service 就不太满意啦，可是那边也没有什么车权，反正价钱也是算便宜，啊，所以可是那边的 loan 就不是很满意的，那边 loan 的做的地方，然后其实这个本身就是很满意，因为呢之前那一辆是蓝色的，反正呢那个车况就比较旧，看起来也没有200多钱的 feel， 反正这一个呢就是很多地方都是。比如漆啊，或者是 rim 啊，还是它的那种边啊，是黑色，因为我就很喜欢，所以我一看到这辆车我就很喜欢了。然后第一时间呢，就是问 Terence 哦，然后问 Terence 了，他就跟我讲已经有人帮 booking 就 test 过了啦，所以那时候我也是没有 expect 到有的，我还是 go back to 那两个。然后后来 Terence 瑞特就跟我讲那个 loan 就不行了，然后我就跟他讲，这样的话你要什么东西，我立刻就 send document 哦。因为我之前也是有 send document loan 也是 book 了的，所以我就想 test 看有没有 luck 啦，买到这两个，然后结果很快的，应该是两天，就是当天 send 了，好像是三四点，然后就当天就帮我 submit 了去给 bank 做 loan 咯，然后应该是两天之后就有 result 了，然后就到今天。